火的国度，极光舞动天空。这一期带你纵横冰岛。优选高评分星级酒店，入住最北首都雷克雅未克，金牌中文导游带队，解决旅途所有烦恼。第一站，打卡冰岛地标建筑哈尔格里姆斯教堂。海滨步道上的阳光海盗船是海岛冒险精神的代表。哈帕音乐厅和会议中心是世界十大最美音乐厅之一。市中心的托宁湖因为地热，冬天湖面也不结冰，终年有天鹅飞舞。形状就像水晶球的珍珠楼是冰岛的制高点，也是俯瞰全市的最佳选择。冰岛是观赏北极光最好的地点之一，全境都可以看到极光，各色极光变幻莫测，甚至还能看到罕见的紫红色极光。必去的黄金圈，先来看黄金瀑布，这是冰岛最大的断层瀑布，河流从32米高处飞流直下，盖希尔间歇泉喷发高度有70米之高，泉眼内水温高达100度以上，每次喷发过程大约持续1到2分钟。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古老的民主议会会址。寻访冰岛最大的冰河湖杰古沙龙冰湖，乘坐水陆两栖船在巨型冰块间穿梭，尽情感受冰雪奇缘。蓝冰洞探险也不能错过，领略由冰钻石打造的闪耀美景，这是季节限定的梦幻仙境。在遍布碎冰的钻石冰沙滩，冰块如同钻石般闪耀，在阳光下更加晶莹剔透。漫步于举世闻名的维克黑沙滩，这里曾被国家地理评为十大最值得游览的非热带沙滩之一。大西洋的滚滚白浪与深邃的黑色火山熔岩形成鲜明对比。去到斯科加瀑布下方，感受水花四起的快意，也可以选择在瀑布上方亲眼目睹瀑布源头的壮观景象。摄影师最爱的塞里亚兰瀑布，这里空气清新，环境优雅，在阳光的照射下会看到神奇的双彩虹。蓝湖温泉，冰岛遍地有纯天然的温泉泳池，在著名的蓝湖温泉，舒适的水温，富含矿物质的蓝色湖水，养颜的火山泥面膜，让你尽情享受冰岛的魅力。Welcome to Iceland!